我做梦都没有想到，在我的有生之年，竟然可以亲眼看到这样的场景。时间要回到2023年的9月份，那是我有生以来看到的最为震撼的画面。我亲眼目睹了太平洋海豚的大迁徙，那也是我第一次近距离地看到大自然而非海洋馆的海豚。出海会有非常大的几率可以看到这样的场景。从洛杉矶开车1小时到 Newport Beach， 可以把车停在这个 Balboa Village， 然后再跟着 Google 导航走到这个 Balboa Pavilion， 可以省个停车费。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。勇敢的人可以看到更大的世界，祝大家都可以为自己而活。 Peace。